屌，最好是等他们两个都下去。我要吃饭，他外挂看了，我小心偷点。这一顿。哎、欸，你真要穿保释哦？啊？你不要穿不知道保我在讲释什么。哦。easy 眼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装备丢给我，因为他那时候注意力都在我身上，装备丢给我，我要穿，我要穿。可是你知道我那怎时么候他缺刚，靴子啊？他身上这套是我的，看到没？不知道，我现在靴子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。队友外挂来了，队友外挂要来了，录影啊，录影啊，爽，你加油，录影哦。给我拿刷经验的刀出来就好。咦，我教你怎么把我教你怎么用这个。对啊，爆满了，还要卖掉，所以我建议你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右边是看把你要什么东西摆上去，左边500经验，可以先可以吗？好啦，图灵啊，然后这个是。把两个属性加起来，就是把它变成一把的。啊，干嘛？不光啦。好啦，你别拐啊。哦，我要吃饼干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搞点，玩家。咋的？